的，让大家这个舒服一点。舒服听你服。阿白来到我们现场，阿贝啊。阿白20岁，155公分，41公斤。又可爱。其实他长得太可爱了，可爱。他的名字叫做阿白，请走个台步。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好像艺人哦。哎，好啊。哎呀，阿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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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出门的。来，你平常真的不出门啊？最久一次待在家是多久？阿白，1个月左右。一个月啊？那你沉迷在电玩模型卡通世界？嗯，我很喜欢电玩模型卡通。对啊，模型。你收藏了哪一些？嗯，超合金啊，然后皮皮西啊。和玩或扭蛋之类的啊！天哪，您扭蛋你收集过多少个？多少个数不清了吧？数不清啊！家里都用那种垃圾袋装的。那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多？就喜欢啊，不知不觉就越买越多。那个什么健达，那个里面有巧克力那个。那个我不会收啦。好不容易。那有没有交男朋友啊？嗯，有有哦，他也是做模型，就是模型店，模型店的店长。各位，他男朋友就是一个宅男，就是待在家的男孩。他有在模型店上班呢。哦，因为一定是他常常去模型店买啊。没有，我去，我是因为喜欢模型，所以去模型店打工啊。你也去打工？对，然后他是店长，就那个啦，就那个，就那个啦。比他比更 open 了，比你更 open 呢，有没有？他是到宅女，哎，出来出来，哪一个是店长啊？你上来来来，赶快来那个，快点！哇！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二号他试镜的时候是戴假发的，就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他因为天气冷。叫什么名字？叫谁？都是女怎么那么酷啊？你不出门吗？最近不是很热吗？我耳朵会怕冷啊。以前啊，对啊，有时候出门怕冷的话就戴假发，因为我不喜欢整理头发。哦，对啊。同时，他本身也是有少女团体的一员。Yummy 有没有看到？当哎，好像哦，你知道 Yummy 是一个团体？你应该不看电视对不对？你不看电视的是吧？我看啊，可是我不知道偶像团体是团体。我知道团体，可我没有。男生通通很帅，然后他们情歌唱得很棒，有发专辑唱片。我知道。丘比都华听过吗？你什么态度？怎么发出那个叹气声啊？有听过丘比都华吗？嗯，有。里面有四个成员是谁？一个是明道，一个是不是吧？玉荣、朱凡刚啊？不是，对对对对，哎，那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嗯，183的什么吗？183的什么？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我知道言心书啦。言心书，所以你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，对不对？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哦，玉龙，玉龙啊，玉龙吗？他指明道做玉龙是吗？玉龙，我叫明道，他叫玉龙，他叫 Jacky。为什么只有他是英文？啊，他祝凡刚对哦，我有听过，有听过，有听过。你祝凡刚哦？没有，我祝三重哎。啊，我祝板桥。啊，祝凡刚那姐姐有认识吗？很有名啊。对啊，祝英台啊。你收藏的是，就超合金啊，模型啊，模型，好怪，是男生，来，宅女压箱宝，让你一次看个够。哇，这是你做的吗？哎，这个很贵，这个很贵，这个应该是在，这真的蛮贵，这盒要3000多左右。这盒比较贵，它因为它是玩具反斗城的限量版，3000多，4000，嗯，这现买不到，4000吧，嗯，差不多4000了。差，我有点忘记价钱嘞。你平常有工作，你知道吗？马丁，你最近不是很爱这盒不能压，这盒10000多块。这盒不能压，这盒10000多块。一万多？啊，你为什么不拆开嘞？因为我会氧化，会氧化，会氧化。对啊，有一些你摸久了会有指纹。你现在是把这当兵马俑这样处理的？我有，你看，这只是我自己做的，根本是男生的玩意儿啊，对不对？
从那个喷漆到上色啊，组装，它里面跟这里。你好酷哦！各位，这个我好怕你会偷走，因为它很爱。这你可以拿，我还有。哎，你可以给我，我还有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我好像我做过一次，我自己很喜欢，所以我这很多套。动不动就跟人家要东西，你真是。因为我很喜欢它，好可爱哟。马奎尔包包上面全部都是那个东西。整个都拿去了，你又不喜欢？哎，这个真的是他的这个收藏啊，太厉害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啊，你好酷！好好好，我请回宝座休息啊。没有，他们的世界是这样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为了要找他们上网，然后跟大家沟通干嘛？制作单位真的很辛苦，因为他们真的足不出户的嘛。对，他们还愿意出来，就很了不起。他们来到节目当中，等于是少林和尚下山，这是一样的。真的，对呀。好，来来，第三一位司徒。